早基站四号，四号。早基站早不对不对，反正不是四号，二三号，三号，一号，早基站一号，不对，三号，三号早基站三号，三号早基站，找车，找车三号，快快快，十万火急，三号找个车，然后直接去标点这里。什么？哇操！你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别叫！一号，你在说话吗？叫你妈！你叫！他被那一队人围。一号，你刚才为什么跟全部麦人骂起来了？肯定是不能进来的呀。他说什么废物全部是你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然后三打一。你直接，我跟你讲，你像这种情况，你直接，妈的给我等着，咱直接复活干死他。记住他名字啊，你这死气，做鬼也不放过他，是不是？一号，我直接带你杀回去。对对对。行，想不想杀回去？你说。走啊。走，杀回去直接。又没搞懂三打一还叫什么？三打一，他好意思说是不是？他张嘴就来是不是？干他。必须干他，走吧。一号，你这吉利服穿的好，待会咱们就当老六把那些阴完了，你口汗，我把麦闭了，好不好？走走走，你要口汗的时候你跟我讲，我然后把麦闭了，我别把你那脏话啥的录到那个素材里面，行不行？一号，我不骂人，不骂人啊，不骂人，不骂人最好，我主要是怕你出不了这口气，我替你出，要不我把麦闭了，我来骂，妈的。什么人呢的？好骂哇！我也有素质，就在这死的是吧？没有没有，前面还在前面啊！行，我们收点投注。那边，我知道了，咱收点投注吧。如果是防区的话，没有投注不行啊，是不是？咱收点投注干他！敢欺负你？不知道你上面有人吗？真是的！兄弟们看没？我还替他出口恶气，兄弟们！我还他大哥，谁是大哥？大哥系列的好吧？欺负我下面的人。上面的你八辈子都得挨骂，气别出了，必须出，先会会呗。我待会先严肃一点，妈的，不然我怕我打不过。严肃一点，待会儿，哇，待会儿笑麻了，待会儿打游戏笑麻了，直接笑都没力气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两颗雷了，你们呢？我三颗，三颗够了，待会儿四颗雷，行，待会儿让他们炸死了。什么人呢？这是真是，以后再让死听我的。他说：“大哥，你先跑，我给你护后，你先跑。”四颗了吗？收他妈真快啊！这小子，我他妈才收两颗了，两颗雷，我他妈连个烟都没有。我有只有气了，兄弟们，我待会好跑，就差一辆自行车。走，打下去，机会时不再来，不要了，行。你那吉利服，你待会就趴在草里面阴他，阴死了。一般人啊，最痛恨老六，你就当他最痛恨的人，知道吗？是不是他？听着，就他是吧？应该就是。那三个人就是他们，就他们是吧？打药，先打药。人呢？欺负你。来漏一个，前方有危险，中一枪，一枪可以。就他们仨，好。别过去，咱们都别过去，你拉稳一点啊。来了，给我留个药，药我来药。来了。小心点，来了。咱玩玩车要不？我还在接你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还在接你们，行不行？来，我还在接你们，上车来，上车。快点，又来了一队，这一队是淘汰王。我就要淘汰一队。哎，那就那个防区，我们给他忙。没问题。防区忙。走，
走，忙了，快，二号。全再找一个，就他截全部，全有雷，就这啊，快骂，还等他，他妈，操，妈的，敢打我们一号！你真以为一号上面没人吗？嗯，给你们脸了，操！说完了，我开麦了啊！把这炮舔了来，真能叫！叫狗东西，给他下回给他狗嘴塞住，用麻布绳子给他塞住，勒他，勒他！上面那个包舔一下，上面还有个包，上面。我舔了。舔了吗？那咱们准备走吧。那个淘汰王那一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淘汰王刚才有一队淘汰王看着咱们离他们远一点。走。